你们知道竹荪是如何在山上种植的吗？大家好，我是福音。前段时间有朋友一直问我，竹山上的竹荪什么时候开始种？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在准备了，这个年底就会把它种下去。一会带大家去了解一下。兵哥和老爸正在挖沟，在山上种的话就是比较麻烦，因为它那个泥土比较少嘛，我们要先把它这个沟挖好，到时候再把竹屑挑到沟里面，再覆上土。所以提前的准备工作就比较多了，好不好挖？哇，石头很多这里。山上种就是这样累啊。有朋友问你为什么要选择在山上种，你给大家回答一下吧。山上种品质更好啊，那个野生竹荪不是就在山上长的吗？你小时候有没有看到过野生的？有啊。但是以前的话，以前不懂的，在那个能吃，不敢下去吃。这沟挖起来很好看，一条一条的。你看，那石头都堆了一堆起来，小石头。这个大石头。要挖几天啊？看这情况，应该30天啊，要30天啊。他们在田里的话，一天就搞定了，用那个培土机。是啊，所以他们那些种了20几年的老师傅，他们都不在山上种啊，因为这个很费功夫啊。也是老乡在那笑我们，说我们今年在山上种的话，可能要亏本。他们只想着那个产量的话，他们又没想着那个品质，因为我们在山上种的这个品质会更好嘛。虽然产量低一点的，这个品质好啊。你那个野生竹荪不就在山上长的吗？我们把这个好品质的竹荪种出来就好了，其他也不想那么多。反正开工没有回头箭，加油啊！那沟感觉不怎么深啊，到时候盖上去可能泥不够啊。这沟挺好盖了，这边高一点，这边高一点啊，然后这边高一点，这边高一点。有些老乡看到我们在山上种植，都觉得我们在瞎忙活，因为在竹山上种植的话，会比大田里面更费时费力。有些老师傅他们种了20-30年了，都没有尝试过在山上种植。就像我们今天挖这个沟啊，他们在大田里种植的话，就可以用那个培土机覆土嘛，就更快。但是我们在山上的话，就什么东西都必须要用人工。像这个挖沟，我们可能都要挖好几天。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要坚持在山上种植呢？因为在山上种植，它竹荪长的品质更好。虽然它的产量更低，但是它的品质更好，所以我们就坚持在山上种一年试一下。现在已经开始做了，开工没有回头箭嘛，不管它了，我们只想着说把这个更好的品质的竹荪种出来。在这竹山上挖沟确实难挖，今天兵哥和老爸两个人挖了一天了，就是挖这些地方，明天后天可能还要挖2天。我们现在只是先把这个沟给它挖好，过2天把这竹屑填下去啊，还要让它晾，至少晾个10几天吧，到时候再来下菌种，应该这个年底会把它种下去了。有对竹荪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福音，我们会把竹荪从种植到采摘一直到烘干的过程全部分享给大家。今天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因为现在冬天，天黑的比较早了，所以我们就早点收工回去了。